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陈徐组合两局之后战胜陆离组合晋级半决赛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四平后，陆离组合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陈徐组合逐渐缩小比分差距，并追至15平后，让比分拉锯至24平时，才以26-14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陈徐组合打了一波7-2后，以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陈徐组合更是直接打了一波10-7，21-14拿下比赛。